前排啊。这脸还没睡醒呢，好好笑。好辛苦哦。你最近几点回来？两点，我两点半睡。好。你有洗澡卸妆吗？要不然呢？啊。那你今天怎么早上起得来？我不知道，我五点半就先起来一次。然后。兴奋。对。现在校外教学隔天就要去，然后你前天就睡不着啊，这种感觉。奶奶，熊熊今天开学啊！拜奶奶。赵小乔听人说啦、啊，有什么好说的？哦，打开看一下哎，哇，溜圈。出新的哇！我们班上现在第一天好乖哦，穿制服，超不穿上制服。Oh my god， 坏孩子，坏孩子。今天是迎接吗？对。我们每次开学的一天，什么？我们学校的当然是迎接。我们怎么走都忘了。Oh my god， 你很夸张哎。太久没有送六姐上学，她之前都自己上学，我已经忘记怎么，有点忘记怎么走。Oh my god！、欸、对啊，赶快走。那你去巡演回来会忘记你儿子谁？那倒是不会啦。真的，哦，隔很久哎，真的隔很久。所以我们应该是走成的。沿着捷运走，其实我觉得比较好走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对，沿着捷运，然后走新北投站那边过去。Yes， 好棒哦。嗯，你做到了哦。我昨天我不是拍戏吗？嗯，然后那个时候他前面想说，快点快点加快脚步，然后就是副导，然后那时候就在加快加快脚步，快点全全明天上学啊！然后我就说哦好，好，走走之类，好好笑。我跟你讲，婆婆昨天太好笑了，就是我妈啦，说昨天啊，全全拍戏，啊他们又不是要上课，今天为什么拍戏？我说妈，拍戏是工作，他会因为你开学所以不拍吗？拍戏的工作永远都是，就是不会刚刚好了，就是墨菲定律，你知道吗？嗯。闲的时候他戏也不拍，也不用上课，然后准备要上课的时候，嗯、他就戏就拍了。儿子，你暑假做了多少事情？现在回想起来，有哪件事情你现在马上要影响？上了一次跳舞课。对啊，然后上了，他就说。各位评评理，各位评评理。哦，讲到这个我就生气。他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我现在就要念他。他跟他的以前就是小学跟中学同学，大家就很开心，就说哎，那约去要去学舞这样子，就问他说，那你要报名吗？然后兴致，哎，我跟你讲哦，兴致勃勃，兴致勃勃。Oh my god， 你居然会成语，很好。好，就买了30堂。所以除了那花了6000块。就除了那两堂试上之外，他就没再上。对，对啊，是。而且那是六月底的事。好，现在已经8月底了。练完了之后，两个月。然后我暑假还要做什么事情？就是唱歌课。唱歌课。我跟他说到唱歌课，我也生气。我们要讨论一下，我们唱歌课的目前的堂数用完了。那请问你有没有要继续上刘全？我不敢那么肯定耶，就这样，等我一下，然后，然后对，你要讲你上表演课，就只上了一次，我只上了一次，这是有原因的，对，不是说你不去上，不是说我不去上，都刚好撞到事情，都刚好撞到事情，对，就是唱歌课是上得很完整，然后跳舞跟那个表演都只上了一次，哎，我跟大家解释为什么要唱歌课上得很完整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也有上。所以我带他去，每一天提醒你，记得哪一天是唱歌课哦，我记得明天唱歌课哦。等等，我觉得 GoPro 会太晃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本来就会这样子啊，一直都这样子啊。一早上就是怒。好了，那我继续讲好了。我有去就是上一个 Vlog， 台中、台南跟垦丁。那是去玩的，然后你帮小乔剪接，然后就基本上拍摄剪接都是你做的。哦，我要拍戏，对，有拍了一部鬼片，叫做《捉迷藏》。那现在可以讲吗？
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就开记者会啊。啊，对，记者会都开了。对，76号恐惧罐头，恐怖罐头，恐惧。那 boy。我奶奶，我们带我奶奶去大阪玩。暑假最大的事情其实就是7月的时候，我们带奶奶去大阪玩，然后8月初的时候奶奶身体突然不好这样子。对，8月8号当下午。对，有接到奶奶心肌梗塞，送医院，送医院急诊。病危通知。那时候就是紧急手术。你感觉怎么样？奶奶这个生病的事情，你的感觉？吓到了。我感触还蛮深的，好多感触，真的被吓到。人真的不能够生病。对我跟姑姑来讲啊，我们就是阴影更大，因为那时候爷爷就某一天下午他胸口很痛，就紧急送医院，第二天早上就走了。所以我跟姑姑的心里面的阴影就很大，即便那几天奶奶都稳定了，我们都很害怕。然后你们班的很好笑，开学前那个 IG 上面，不是大家问说要开学了，大家暑假过得怎么样？大家暑假过得好吗？我们再过两天就要开学咯，只有7个同学连续回答不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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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笑。不像大家都觉得过很充实，但是都会想要回去吧？好紧张，学校越近，好紧张哦。什么东西紧张？ What？ 去学校？对。Oh my god！ 大家都很熟悉哦，好可爱哦。高中生，对，有学弟妹，我变高二了。哦，对对，你有学弟妹耶，今天。阿狗 make me do my。所以你们，对对，你有学弟妹耶，今天。阿狗 make me do my。所以你们。来啊！不要，我有同学在。你们等一下吃什么？我儿子不跟我吃早餐。我们两个老不关吃早餐，老公今天要吃麦当劳，有 pancake 那个啊、哦，对，然后有炒蛋的。好，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再问我，然后我要热红茶。大家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在下方留言，也别忘了要按订阅我，还有我其他的影片可以收看，更别忘了要继续关注我的 FB、IG、微博、抖音还有小红书哦。希望你们都喜欢这支影片。